보고 싶어서 영화야. 내가 아니라고 그런 거는 진짜 영화야. 你讲的，你讲的，你布关树的，迄种古早关树的有上港的有一对。你也像阮海尾无，十六条啦，你看我布啦，但阮海尾上水啦。啊，都拢共款啦，拢共形体啦。哦，即组是顶山的开基组的，啊啊开基布啊，啊啊即组是海尾上港的开基布安尼啦。哦，啊两种头的布啊，大家来交流一下呢。对啊，我大家讲就是讲，因为。 咱海尾甲顶山吼，拢一个讲话就是讲，咱的香港，拢足重啥，重古、古甲古，哦，啊，咱这个布有无吼，这个香布其实嘛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兵器，哦，啊，要制作一对布有无，还有相当的工艺，哦，啊，甲技术，啊，今天拄好即个，我讲即个粮食，甲会当个姻缘足好，就是讲，咱。 顶山的老布，啊，甲咱海尾的老布吼，啊，拄好会当今天会当顶山做一个时阵，大家会当安尼做伙来分享啦吼。即拢讲起来拢分不啦啦，吼，即拢拢会当讲是分珍盖重经典的分不安尼。啊，因为即拢是即个，我这个兄啊吼，啊甲即拢是阮的教练，因即拢是老布的，啊，拄好会当讲三地上港吼，上港他会当来看，就好啦，好啦，好啦，非常难得安尼。因为。 啊，所以大家就知影讲，这个布吼，这个顶山布甲海尾布，而且嘞，哦，有个别的特色。形体，讲起来吼，其实拢大同小异啦，拢共一个师傅啦。对啊，不会不敢啊。不会啊，无人无嘛无在了做像像这款。所以讲，困难是伫自己保平啊。保平啊。我我真意思的，我来爱食的，这个即阵，你顶管这布嘛，这花草无吼？是，较早咯安尼啊嘛？不是，今麦这拢伫咧卡叶。无啦，我讲卡早的这花草，哦，卡早伫这花草嘛。花草，啊，较有较弯弯树的花草。无拢安尼样。拢这弯树的花草，你讲管这个色地这俩，这花草这个花样啦。 吓，安尼样。本来就安尼，啊无，我过经历过啦。我经历过，我这边无过过经历。这花草，你这花草，你这花草，你这花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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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花
我们要看，哦，如果带我方便，不然不是看过了，对啦，看就是，伊这个病啦，对啦，这个病啦，哎呀，小可我两只眼夹起来，安尼伊会小可，像咱个夜间个头前，两只手分开安尼，这个是倒手，这个是倒手，这个是红红啦，是这样红，关节。K 川，啊，咱鉴定全国这个整个师傅哦，新传奖的得主，伊迄是盐酿酒地，还是鉴定是咱顶山搬过去的，哎，嘛是这啦，嘛是这啦，啊，伊顶广告要封这哦，应该有，啊，有啊，麻烦者啊，我唔 K 川啊，希望你 K 川啊 ，K 川啊 ，K 川啊，我今日去你看，你看伊，你看伊报，伊咧太紧张了，拢拍的其实拢差不多，哎，系啦，拢在播放啦。啊！伊这吼，伊这腿剃皮啊吼，这伊这
应该是卡怕的，啊，了甲顶铁皮啊，啊，但是这铁皮啊顶了做做油路，对了对了，真正做油路，你啊看，这铁皮啊顶了做油路的，这铁皮这铁皮啊未受电，对，啊顶了做油路的，未受电，嘿，而且顶了做油路的，你像阮这波也未顶啊，嘿，你啊看，啊这嘛是啊，伊这波伊这嘿嘛是拢用电的顶铁皮啊。不是卡电尔啦，这拢会，这个超人雾霾氧化啦，超人一定拢会拍伊啦。这些事实讲啦，较早食老皮，你搬较不少，因为到现在啦，你家都不是这样啊，都不是这样啊。伊规气是包铁皮的。伊这个哦，伊这个只嘛是小可有顺风影响着，系嘛？这个我，这个讲坦白的。无适合阮遐吹啊，因为吼，无这机真无力啊。因为只吼，这啊害落去可能就袂吹啊。看只是夹型的，夹型的无，菱角的无。来来，迄只上者好啦。啊，若无共，我发声。谢谢谢谢谢谢委员啦，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啊，若无大家到啦，谢谢。这边足久无叫你叫，是吧？这唔通讲下厝。反正有我就将我卡拍伊了，收好啦，唔卖讲下厝。这个咱茶拢是大部分都是硬的啦。你看下下这个这暑假零夹的无吼，啊，都七万块咧。医生啊，头也是比市民夹出去。无，而且四角有。我四角出钱嘅，出来差唔多，差唔多，哎。阮总统装五粒嘅，哎，只四角粒，三粒，这个我成绩都可以。拢同款，同款，拢同师傅，拢同师傅。年纪咧比较就是啊，啊，但是即较伊面较大。伊这个伊这边哦，面较大啦，面较大。伊这个边佫有食擦啦，啊无基本，反正我讲，较轻，比来较轻啊。啊！伊伊面较大，嘿，较轻，阮就，另外刚刚夹出来，夹出来个小精灵子，真正是较轻。无啦，哎，迄其实差不多啦，系啦，差不多啦。啊，阮这个保平，阮是佫无甲食擦啦，因为正常甲食擦吼，你叫哦，骨。啊，所以哦，要出锅的啦，你嘛不食菜，对啦，天官赐的啦，对，应该是你原色就是来底色啊，不是朱红色迄个啊。对啊，上小号车，我讲看美像，我最近报安尼是，不少啦，我去都唔捌看到。啊，到三亚底口就到安尼啦，真正是三亚底口就报啦，这间的。你想，不三斤呢？切片得了，不三斤，马步切片来啦。我今天得了切片。来到我的大庙，来到我指教。对我想法就是讲，顶山上岗，甲考未起来，要去看到这个卡步手路，要去看到这个动作，应该是无啦。不是恁遐无，是阮财政要来讲，阮这个表现一定无啊，一定无当去看。啊，廖总未到讲，咱海外的上当，咱的保险大地，新威迄条来支持咱的海外调用公管理委员会，甲咱的主委、甲咱委员、甲咱上当兄弟。大家团结，要搞支持。这个支持咧，第一浪费真侪时间，也搁在金钱的负担，拢是咱海外交房中来支出。阮包包去，你搞退回，我无爱收。我来保险大地，干大支持，未使收钱。也咱咧。真无简单，古早就是咱的师傅去到遐，甲咱指示要讲打，指示就对啦。哎，咱收生去啥样样的资料？哇，有啊！哦，真难使，真难使啊！呢，太细腻了，有啊，去用做嘛？去到遐，甲咱指示，去到遐，甲咱团结。
到迄个百几年前，到现在已经差不多百几年啊，会当去把迄个上单的过去的教法来甲咱保留咧。我嘛感会想讲感谢着咱海威，谢咱的主意，甲这个新票，咱的上单，甲咱上单兄弟来搭把手安尼，互我哋当回味。就讲阮几年就上工失散去啊，有法当到回味着迄个味。今日我袂晓爬上工，但是我所看的脚步、手路、甲种种的动作，拢参顶山吼，会使讲一模一样。我看起非常的甘心，是我袂晓爬上工，但是我嘛想生到海内，就落我伫我的庙埕咧看上工。话题唔对，我拢知影，但是我袂晓讲尔。我讲在即脚步出地唔对，我会晓看。啊，恁哦，人讲哦，好人做这个推前人，人破的都比顶山的较好。不要无，拍个破的。拍了，活得非常好。拢无，拢会使讲哦，伫咧海尾的大庙，也无发咱的大庙闹开。来讲顶山。我看下今仔日比我的好几老辈，非常感谢。个人一个较无闲的，就是十月初迄天要来出殿，透早六点半就来出殿。啊，我安排咱的上咱的海尾上工是坐第一台车，会使讲吼，像是啊做比如讲打前仗，做头一个，这个是吼，咱的上工。互阮信用搁可靠，阮才敢安尼做，才敢安尼做安尼。也所以讲哦，来啦，今仔招待较无好势，啊是初一来到地讲啊，小我去到庙里有一点点的声音，嘛拜托咱谅解一下。我啊，你敢跋无头啦，敢啥也无照动作敢做，对有这个地界拢会。啊，若有这个代志发生，拜托咱上当兄弟这边。阿咧打卡，卡进来接，哦，会当来互我打，互我满。呀，迄一个时阵，点心啊，食啊较无好势，嘛请大家谅解一下，恁大点量嘛。我可能差不多两千两百，我今计划差不多两千两百。啊，人伊较无好势状态，请咱家，请咱来注意。啊，咱咧上工伫咧咧，伊是上工伫咧用咧，这无简单咧吼，上工伫西屋咧。哦，这个师傅兼领队，啊，就这点，请大家多多谅解，多多海下来。我再来请恁刁刁凤东的注意，来甲表示一下，你看呐。哦，安尼，我安尼啦，安尼啦吼，我来请咱的，我继续注意吼，就较够啊。啊，我请伊来讲两句话，甲恁讲一下者来。注意，你刚刚甲破破啊者。等来吼，上届我也看到刁凤东的这个消防队。因为表演非常的好，非常的专业，咱在拍一个布啊好无？好，加油加油！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感恩，谢谢。哦，对啊，过来吼，等一下，较请咱大头阿姐、大阿公们，啊，等下要唱歌吼，你是咪哦？爱准备一下，即个我刮刮破啊，尔不是 KTV 啊，不是 KTV， 这是啥？这是哈是哈？太阳公园啊！掌声鼓励一下！来，辛苦辛苦来，辛苦啊！还得钱呐？比如，干几杯？来来。今天真欢喜，作为一个海尾主题吼，啊，看来讲咱海尾甲冰山两镇小放宽吼，啊，今天吼会当安尼比较即个，啊，咱一个做一个当中吼，啊，咱上工会当咱小放宽来共享盛举，感觉足欢喜，啊，足欢喜，因为这是咱祖先，哦，会当讲海尾做祖先的时阵就传落来吼，这三地文化情谊家里。所以，佮听你讲，咱海尾达到工作，咱就甲交代讲，即爱过来。我甲讲，这是天地人三合，哦，天地人三合。
当然冰山甲海瑞吼，啊，我较早因我本身啊，会推动着咱台北新歌，做咱台港文化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吼。啊，伊较早我着咧注意冰山，伊老人讲四部五啦吼，我是海瑞即中部的一个专地，四部五，阮有一个老祖。哦，就是伫冰山啊，过年，而且老早冰山过年，所以我讲干，这个文化与玩家吼，应该吼，简单的目的拢是安那吼，就拢是这个有一个亲戚关系啦吼，啊，只是讲伊太久了吼，这个咩，我尽量可能了解吼，但是确定是讲，往一个做是伫冰山啊，过年过来开会。那么因为四部五再来，所以阮较早老人呢，头从海尾四部，差不多是将军过，将军就是伫咱顶山隔壁将军。啊，另外咱海尾从四部吼，会翻阿娘，会翻阿娘，嘛是伫这附近。啊，阮海尾嘛四库，后港吼，啊，个四部啥顶顶啊吼，差不多简单讲就是台江内海。较早祖先来伫咧台江内海，即个土地个话是伫遮里大，然后还佫搬过海尾，而且台江内海亲像一块空壳，哦，像块空壳。南北两头吼较尖，中了安那较宽，像那些空壳聚焦安尼共款。海尾头尾是即空壳中遮里，哦，就是即摆安南两岸个。所以像是啊，老祖先来海尾，我拢想即个代志，爱着伫将军就好啊。哦，另外来讲，阮安那会阁搬去海尾，啊，主要是因为讲，海尾这个所在是一个天然的渔场，天然的渔场，就是讲比较比较像台湾人讲对一个泡鱼人抓，泡鱼人安来讨海安尼，所以伫阮安南区有一个俗语讲，无餐无鱼啊吼，尽看鹿鱼，无餐无鱼来讲，啊咱暂且无餐无鱼，但是尽看鹿鱼，意思是讲。鹿耳门就是较早是一个港，鹿耳门港遐里有无吼，是一个天然的渔场，就是大家去遐了无吼，啊，拢凊彩干干了了啦，当地人食安尼，所以会过来这内海就是安尼。所以当初哪来，我咧想啦，应该嘛是安那，西螃蟹、吉白啊式的螃蟹，吼，像是啊，有只吉白啊，啊大螃蟹，啊顶面放一个卡，放一个。咱即卖叫做较早唔多石炭啦吼，就所谓卡炭安尼个吼，来注意你好吼。啊，放伫个摆啊顶有无吼？啊，一路啊过来海尾增加人口去，所以海尾建筑结社吼，伫内海的时阵就有啊。台江内海伫1823年漳浦办完进程就有咯。哦，这是要大家了解，就是讲咱顶山甲海尾这两村啦吼，这个文化是办完其实。会当讲是足久足久啊！伫古早时阵啊，大家就是放花。迄个时阵，头尾大家拢是讲互相啊，比如讲咱咧做阮啊，咱就知影做阮啊，无在了解人做，一定安那爱合顾，一定爱是放花。哦，啊做阮啊，上重要是啥技术？啊有一个技术，你无这个技术，你运命，你都派伫遐哩咧，运命伫遐哩，你都袂知了是啥物。所以其实啊，你这个技术，你光讲个偏位啦吼。哦，老张你，老张你，我所在其实啊，个技术啊，依照古人来讲，吼，一般就讲咱顶山姓陈有一个老张你，有无吼？把这个技术啊呐，哦，传出来安尼。啊，因为阮四五五再来，所以向时啊，来到海尾这里，除了土海以外，海尾也甲顶山环境几乎是一模一样。因为阮的山丘啊边有无，就是海边，就是即马讲这个湿地啊。湿地，啊，也为这个湿地有啊，为着咱们为这个金融镇啊，安尼啊，冰山也嘛是安尼，所以一古早就是安尼。我所在啦，到我代志我就知道一个蛋啊科，吼、哦，叫、這个蛋科有无吼？蛋科是咱冰山啊镇，较早伊个嘛做过，那时候咱的委员哦，蛋科哦，迄个到阮海尾哦，伫这个啊渔村那里哦，更加个知嘛，渔村那里可能你。你敢要讲一个，捌啦吼，阮的观众包括咧，阿个一定是啊，
哦，伊就是伊因那遐尼有无？伊遐咧做鸟哩安尼，所以甲海尾有无吼？一寡只做阮遐人来有无吼？真实在着叫，但拢互相安尼相帮助安尼。所以我要讲遮，主要是要大家了解讲，顶山甲海尾认真就是会当内海内底足重要的一个，咱讲金融的文化，一个交流的展览点啊点。哦，啊，过来了来到阮的所在，讲是咱上港的海尾上港甲顶山关的是讲。阮漳州吼，较早讲咱这个治安较歹，对不对？即土匪海贼，人讲海匪真是有枪。啊，枪了有无？阮一个组，阮一个组讲，伊都无拳头，伊讲哦，人拢立起来，伊都倒干啦。讲伊就要等伊就听，讲伊要等伊。吓，我阿爷，人讲台南虎市啊，海尾我阿爷。伊就伫安那，伊就伫迄个，伊就是我说伊我看过迄个是。高架厝，伊个高架厝内底有无？伊个门是安尼卡，伊个拢伫内底等你。等海出来，叫海出来先进门有无吼？门安尼打开时阵，伊个是长枪伫遐咧等你，要甲伊堵去。所以上紧张，我是讲讲，迄门开呢吼，是头滚进来。哦，啊，要看紧有台车会出发，怎啊无去堵着？去堵了门出，堵了门出，啊门出要倒去的时阵，会去倒去。海产吼，就是讲伊掠波头，就是讲掠钱，就安那，讲水呢，吼，啊，就阮这边做有无吼，阮遐做官伫遐哩，会往着对。啊，因此，所以大家总是讲，安尼家己无一个，无一个上岗有无吼？啊，家己无一个上岗队有无吼？好以来，咱无材料，唔敢人对抗。所以，伊才过来顶山，而且顶山的后生人过海外争。大上岗，这个姻缘是安尼。按你讲的经验来讲，从古早认真的伫经济、经文啊，还是亲姻缘，大家都安那，拢有安那相帮助。啊，即卖讲，阮海尾今年这棵树有一个姻缘来讲，我那了解讲，较早讲有，讲是讲对顶山来。啊，我十外当前我就来顶山。我十个人是我来顶山，即个拜访就是要找这个，要找这个姐姐，要找这个妹。结果我十个人去来时，我来吼，今天哦，我就是咱这个大庙这个会计小姐，我这边来一个才讲，哎，你十个人就来讲，我来过吼。我阵来就去看到咱的迄个布，咱顶山那个地布，我阵来那个地布，啊，所以我一定要采一撮故事，啊，但是嘛是都唔知讲到底去海外。是对一个师傅，所以咱顶座，我甲咱郭祖雄总干事，吼，啊，甲咱真注意，吼，即个啊郭经理，吼，真注意，啊，甲吴国峰，啊，阮的咱上南海老辈，即个上南海兄弟，吼，啊，甲即个谢叔大哥伊嘛是上尴尬个吼，连老辈伊也免，这回过来顶座家拜访，啊，即个。我一晚啊，加这个单副主任啦吼，迄阵啊来甲交代，啊来甲阮大家来遐探讨啦。啊，这探讨当中，我来听这单副主任咧讲，较早因所在啊，这老爸上班话有电马塞哦，起树根，啊，过来也过有这个啥，哦，像讲单洞水有话吼，单红林哦，单红林顶顶只，啊有一款名，海尾上班兄弟都捌听过。啊，有一款名可能就唔知影。啊，其中海尾有一个故事啦，吼，就是讲吴国峰吼，我迄个国兵兄，伊咧讲，伊较早听因安公啦，吼，伊就是讲安公咧讲，讲较早顶山师傅来时，拢会带因兜。啊，因安公拢会叫因爸爸有吼，去白鸭头，白鸭头里底呢，白鸭头就是溪仔墘。白鸭头是溪仔墘的旧地名，哦，那海尾人就知影白鸭头。但即马海底路一段，你着过江水田地落来，迄较早叫白鸭头。拢去白鸭头呢，大进哦，困难啊，上岗一个山拎着掉来，哦，安尼，啊伊讲伫恁的当中，啊讲伊当讲讲，嗯，啊，这个上岗头，也讲你功夫足好有无？啊伊着点两包往看下者，讲伊着安那，着安伫迄。出来他咧一条哇吼，一条来跳一对，跳你出来阿弟，挺刚好的弟。我这当初因阿公过来讲，迄名是啥物名？就讲那个冰山师傅来，两个人个师傅来。
所以这边来特别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个咱南屏山副主任李远家或者咱屏山这些老辈、这些乡长老辈听。那这个南屏山副主任就讲，我本来是咧推销，敢咪是电脑师啦？但南屏山副主任讲，电是电脑师，伊讲电脑师无名酒，啊无名酒。哎，我搁听讲好，伊讲这应该是啥物啦？其实，人家讲，因为讲较早电马赛，啊咧，即个锻炼上当年咧超年的时阵，即个技术金，啊，即个师傅呢，对登山啊过来，我经过咱冰山啊，啊伫遮面头，后来练上当，啊伫遮面头一个交流，后来电马赛经过即个啊技术金，啊即个感悟好，所以拜言啊。所以咱党议员要重温了，过去常常讲，对苗家人，你看伊这个，伊这个新住底下哩，伊个讲个红香，啊，甲这个新住经济做成功红香，哦，啊，请这个新住啊，领导不下，哦，好多，好多人讲，这个土地的地方，像你讲。这是当代的这个忠实，但是你若要做个事，咱也有一个技术经的心智在内底。啊，菩萨人就是孝道、淡定、有定力心。所以，咱啊，永丰老翁这故事较早伫海外，我安尼听，也所在无明白。但是今天拄好，咱三王安尼要来做一个木雕青石，伫这个做一个咱个作书型的音乐之下。哦，安尼两钟头，咱过去百多年即个上江的即个文化吼，小半坡的即个文化艺术，咱伫咱即个人至少有一个人啊，去关注来清楚。哎，寻根，啊，所以就知影讲，哦，啊，咱海外以前去大上江，至少起始啊，叫马西，哦，拢过去海外。你家这个相当安尼，哦，啊，你也唔单呢尔，我听恁听凤爷讲，测林凤爷，测林，问测林，你一科是当时啊，汽车大将啊，那个年年是个测林大将啊，因为汽车大将啊是阮大江的王庙啦吼，大将啊那个年年出事的时阵，海外相当嘛，一当咱冰川的老师嘛够滚，够来海外嘛。啊！以前讲冰山老师，还够过来开会，哦，对，是不是？红林哦，单红林哦，单红林，咱冰山单红林的这个宋老师，还够过来开会，哦，啊，你大开会宋老师家里开的来几个，有一年一当多啊，彻底摆正两个出事，所以咱讲这就较早我咧想啊。较早当然交通较无方便，但是两钟头吼，相当时间比咱上做少吼，两钟应该我想有相当的一大比例的。我海外是两年一科级，两年一科级。我所以包括讲哦，陈科先生也是海外做表里哦，所以也观众的当中有无吼，这应该是两钟的，而且乡亲大家拢有咧想办法的，所以。今天你咱开工时，用时就是讲，啊，咱印刷咱三个人集合啊，集合，我要请求咱用，啊，咱开会甲印刷认真啊，一旦把这个相关认真啊，相关文化的话，咱就关联起来，明白起来，我是感觉足有意义的。因为咱这人来，若无把这个代志处理清楚，搁落来，后一个有无吼？可能要找吼，较困难，因为啊，讲着数学下。听广告，啊，广告唔是讲落多钱啦，因只广告就是讲咱安怎甲人讲个意思，哦，恁平时安怎那钱个，讲啦。从今天是咱三公司，我较早听阮安公咧讲，阮海会专门无，伊这是三公司是专门无吼，因拢会伫海会啊，赛牛车过来将军食早酒，啊，然后到过来平时去拜拜安尼，所以。伊这个时阵有无吼？会当讲伫过去当中，应该大家拢有一寡交流安尼。啊，所以而且这个电影主义，交代我讲，会当等这个机会，互咱的姐姐在上港卡，大家了解，了解这个咱冰山甲海外
两钟头的这个相当哦，包括不止相当的是钟头的这个族亲啦吼，乡亲以经济上哦，做阮那些万般这文化故事，大家知影。那么最后要来讲，海尾甲顶山吼，两钟头的天然环境是一模一样，四个连动拢是稳定啊。其实咧时代来，稳定它改做啥？养殖。海尾嘛是安尼，不过海尾比较上比顶山有一个这样子的地理之变，以它个体上来讲，啊，伊伫国民政府来时，阮海尾有出一个市长，就是杨庆，杨庆，伊当初做一个足重要的一个的政治的讨论，就是伊主张安南区来破这个台湾市，但是安南区是属于台湾的安顺乡。挂了台南市了来，他出安顺乡的安置，甲台南市的安置，把这个了安南区。因为安南区挂了台南市了来，所以安南区因为贫富是啊，所以伊各种的这个道路建设各方面的话，也就是讲啦，会比另外中央政府还要难。所以说，从台北市一整十几年，人口双减下来。阮老爷讲，海尾正白讲，遐你个海是啥物人？螃蟹。哦，我真正了解讲螃蟹。讲海尾来工作这个天呢，会愈大嘛，愈大事。咱着对今天来看，海尾正一庄将近七万人，全国找无一个庄头像安尼。一个庄比嘉义镇搁较大点，一个庄比新化镇搁较大，搁较大。哦，你讲这个海尾庄会让咱遮济人，其实就是天。但讲天地人三嘛，就是咱保育环境，但是工作一个精神，叫保护环境，保护生命。阮遮个运平有无？较早做阮呐，啊来使用阮海尾村地地子孙啊，做阮注意，到尾啊，因嘛是连做阮来做阮呐过来。到即阵因为是做其他个需要，就是讲以运平个经济作为资本，栽培子弟发达安尼。那今天咱个历史文化，相当我是讲。的咱这颗球安尼清楚了来，之后哦，咱永春呐吼，咱永春大政府啊，甲咱姚文忠会当讲咱啊，大家小放光来来去去哦，啊，即马交通介方便，那过来阮海尾村就是来坐一下，啊，由阮海尾达到工作哦，阮即几单来推设着大庙香火，唔忙一尊一庙一道堂，一尊一庙一道堂，就是讲。这个砖头要旺，就是爱对教育文化开始，哦，子弟乡亲、丁生等来大庙学习，哦，像阮的宋江，其实阮今日有一挂宋江，他是阮啊少年宋江政府哦栽培的，因从国小、国中、高中安尼就连起来，啊，咱知宋江的培养非常的困难，所以阮就得向下扎根，安尼来做安尼。心内一定也会知。
种手就是安尼啦。你这句话 ，OK OK， 赞了。